好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99年指考第九题。好，那我们先听一下 Bat 老师的英文发音。Having fully recognized Mei Ling's academic ability, Mr. Lin strongly A. assured, B. promoted, C. estimated, or D. recommended her for admission to the 好，那这题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它的文法架构是一个副词子句的简化，对，那就代表说啊，前面这句话是后面这句话额外加上的一个资讯，对，那我先看一下它前面给了什么资讯，它给的资讯是说，诶，Mr. Lin 已经怎样，fully recognize 那这个人的 academic ability，对，就是说啊，他学术上的能力，对，那。他接下来做什么呢？Strongly，那这边要填一个动词，her for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。对，那就是这样。他到底这边我要填什么动词？那后面接的啊，这个另外一个资讯是说啊，让他来进入这个学校。好，那你就可以想，就是说，如果他知道他的能力啊很好的话，那。他是不是怎样？他会推荐这个人来这个学校念书？OK，好，那所以我这边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啊，填一个类似推荐的意思的字。那你看 A、B、C、D 里面的话，是不是就是这个 D recommend？对，那 recommend 就是啊推荐。